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凤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一款 roguelike 外加沙盒生存的游戏，它的名字叫做《魔力遗迹》（Magic Site）。啊，这款游戏呢也是今天刚刚在留言板嘛，看到一个小伙伴留言说这款游戏非常不错，然后我就下载下来玩了一下，果然如此啊，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游戏。那赶快给大家做一下好了。那这个版本，这个游戏的版本呢，现在已经出到了大概 1.5 左右，而我现在这个版本是 0.7.4。用这个版本呢，一是它比较稳定，第二是它有中文，因为这个游戏毕竟初始试玩嘛，如果是一个英文版的话，很多专有名词不太懂，所以说暂时使用这个 0.7.4 版本。好吧，那这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游戏。点击单人游戏，当然这个游戏也是可以和大家联机的。首先这边会生成一个像素模式的一个人物，看起来非常萌啊。然后这儿的话，首先可以选他的种族，他的种族这里有非常多的，初始呢是他就是 Pale， 然后后续呢是通过一些解锁，比如说大家看到没，在单人游戏中杀死十个怪之后有20%几率解锁。那之前今天也是玩了大半天啊，感觉非常有意思，所以说大概解锁了两个人物。这个呢是采集20个矿石之后呢有20%的几率解锁，然后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独眼的兽人，他是一个类似于盗贼一样的人物，而每个人的属性不一样。这个初始人物属性呢，他只是生命加一，但是他的初始物品除过一把木斧以外，还有两个随机的问号，就随机给两个物品。而这个人呢，可以看到他是生命加一，魔法加一，而他的初始武器呢是一把石斧，而他呢，他就是生命减一，但是攻击加二，相当于狂战士吧。他的初始武器是一把古剑加古锤吧，古榔头吧，就是挖矿那个。这个人虽然很厉害，但是他没有斧头，导致我们知道沙盒生存游戏，他初始的时候，要致富先撸树嘛，你没有办法撸树的话，很多东西做不出来，所以这里的话，我就选择一个初始的人物好了，先选择他。好的，那这儿的话可以看到他的型号表示他的头发等等，这个头发等等也是通过后续游戏当中可以解锁的，暂时只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光头，另外一个是加个小辫子，这个看起来非常酷炫。那好，那就是他了。然后同时呢，帽子也是在游戏中可以各种解锁的，然后比如说挖10个矿石之后有5%的几率解锁等等，这些都是在游戏中可以解锁的，我暂时一个没有，人品很差。而这儿呢，这边表示他的属性和技能，可以看到 HP Attack 就是生命值，然后攻击力，然后防御力以及敏捷以及魔法，然后这是他的技能，可以看到他的技能呢是随机的，一个是锄头有50%几率不需要耗耐久，这个是打开箱子时不需要钥匙。然后他可以随机给，这儿可以看一下啊，包括他的属性等等都可以随机给，可以看到他是加二生命，然后收集速度加快2倍，垃圾，加二敏捷垃圾，我是近战垃圾，不要，这的话钥匙敏捷不要，收集原料时速度快，然后加二生命不要，怎么都是敏捷？你在逗啊，吃货，然后饥饿上限翻倍不要，都不好啊感觉。魔法我是主要用于近战，有没有近战狂战士的技能啊？啊，人品好差。哎，加二防，加二生命，减一攻击，这个不错啊。包括收集原料时速度快2倍，这个也不错，就用这个吧。这样的话，它有5滴血，同时有4点敏捷，感觉血和敏捷也比较多。好吧，那这里就我们话不多说，就创建它好了，点击开始。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也是非常非常的萌啊。然后它的操作呢，大概说一下上下左右。然后鼠标左键是攻击，右键是使用物品，然后 Q 是朝左速移。我去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地震了？我靠！然后等等，让我讲完，因为它这个是 roguelike 游戏，所以说它的所有东西都是随机的啊。它的包括地图等等都是随机的，这个怎么人品这么差？然后它可以看到，包括物品，我随机了一个石块和一个奇怪的古刃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我去啊！啊！等等，我的血已经是呵呵……好，先上了啊！先让我讲完，就是这个游戏它是 roguelike， 虽然是沙盒生存，但是也是一种 roguelike 游戏，就是说，开局之后呢，它是一个横版的过关，而且人物的各种都是随机的，包括属性、人物、包括地图等等都是随机的，然后包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他。另外两个道具是问号，可以打开看一下。这里它是一个精炼的石头和一个古刃，那刚好通过这个古刃呢，我们其实可以先合一把
古剑。古剑怎么合呢？刚才通过斧头大概砍了两棵树，要致富先撸树嘛，然后可以砍到出一些木棍 和木板。然后木棍的话，比如说这里我们把它分开，然后通过 shift 这样的话可以合成，看到没，这样 合成一个斧柄，然后我们再通过它与它再合成，可以合成一个锄柄。然后我们要把它做成古刃的话，我们要做一把做一把剑，所以说我们到时候用剑刃来做。剑刃的话暂时材料不够。我怎么还有蜂巢啊，你在逗我。哇，行走行走，野猪伤不起，猪的话撸死，哎，撸不死了。这儿的话我们再打开物品栏，再合点东西，把木棍拿过来，用木棍和等等分开，木棍和木板可以合，好，那 木棍再和这个锄柄再和无闲工，你在逗我。哦，我记错了，它这个合成表是非常复杂的，我 忘记了，应该是两个木板它相互合，可以合成木片，可以合成木板，然后通过木棍和木板呢可以合成一个剑柄，然后剑柄呢和这个骨刃呢可以合成一把古剑。古剑可以看它的属性是 attack 加4，就攻击力加4。然后这里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左上角的快捷栏，而右上角呢表示这里是血量，这是饱食度、饥饿度，这里会饿死的。然后这是魔法和敏捷，可以看到我的血量呢其实已经已经一半了。然后这个游戏你死的话就重新再来，也是 roguelike 游戏。然后我们现在这里有矿石，所以说我们得挖一些矿。矿该怎么做呢？好吧，我们再去录点树，刚才一个失误做错东西了。然后这猪呢是可以砍死的，可以看到古人的攻击力很高了。然后我们先把树撸掉，树撸掉，然后做一把石镐。有了石镐之后呢就可以撸矿了。石镐该怎么做呢？通过木头，一个两个木头相合就是一个斧柄，然后斧柄再和木头合就是一个锄柄，锄柄和这个木板合。哎，那逗我，这个精炼石头，哦对，忘记了，它这样的是木头呢，两个木头合成可以合成木板，然后木板两个木板呢可以合成木刃，比如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，两个木板合成木刃，然后木刃的话和锄柄可以合成一个木锄，然后有了木锄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锄石头了。不过我现在古剑比较厉害，因为随机给了一把古刃还是比较强的。然后把这个猪砍死，猪砍死之后呢，它会掉肉。好，这里上面是经验条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升到了两级，生命和魔法都增加了，然后。初始的怪物啊，走 先挖矿，然后那个黄蜂有点凶，然后我们这边暂时惹不起，暂时先不惹它，然后主要是把猪砍一砍。猪是没有攻击力的，但是它有经验，所以说是个非常赚的。然后把这个石头踩一踩，可以合出一些，踩一些石头，然后要致富先撸树是吧，把树都砍一砍，这是初期非常需要的一些素材。嗯，这个游戏死之后就没有办法复活了，就重新开始了，所以说一定要小心，这个游戏在初始的时候是非常难的，而且我现在没有用啊啊啊！两个蜘蛛网，啊！我现在我血量只剩两滴，在逗我，再一下我就要死了。好，三级了，三级之后生命加一，现在是三点血啊！然后再砍点树。基本的合成，这个游戏合成工数挺多的。你在逗我？怎么会有 boss？ 惹不起，惹不起。因为它是 roguelike 游戏，所以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随机的，怎么在第一关就刷出 boss？ 你在逗我？哎，史莱姆，嘿嘿，很多人应该很熟悉，经常玩 MC 的玩家应该很熟悉，这是史莱姆。史莱姆的话也是非常好用的，它会刷一些草药等等，然后两个草药可以合成一个小血瓶。然后这儿的话，我去这个 boss， 我错了，走吧。然后惹不起，然后小血瓶的话可以加血，包括路上这种草可以撸掉，可以掉一些蜘蛛网这些东西。你的胃开始咕咕叫了，表示我现在饿了，所以说把这个生肉可以拿出来吃一口，嘿嘿。当然呵呵。好，那吃饭肯定是要吃完之后肯定要那个啥是吧，对吧？然后这三坨东西就大家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然后好吧，那走了。然后可以把饱食度稍微补一补，然后这边过来的话看一下道具，木头和木棍其实还差不多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再录一些木头啊，再录一些木头。当然说一下这个游戏，我虽然今天玩了很长时间，但是苦难入侵了什么东西？虽然今天玩了很长时间，但是因为它的随机性太强，所以说我很多东西还是没有搞清楚的。所以说，走啦！所以说，这个游戏可能后续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可以给大家开流程。啊，死了，好，三级。
然后不过今天的话先给大家做一下试玩吧，毕竟这个游戏好难好难。然后我至今我之前是打到过十多级，但是反正难度还是挺大的，现在可以看到已经四级，到了五级之后就有一些技能可以学了。不过我现在急需要的是一些草药啊，感觉要饿死了。我去，还好啊。对不起，错了。然后史莱姆可以打的，史莱姆它掉的那个，史莱姆它掉的东西非常好，比如说草药，嘿嘿，好。然后现在有两个草药，这边的话，这种小草也可以撸一下。哎，滚！然后把这个石头撸一下，然后这样的话，第一关基本上就过了。可以看到，第一关这里有三个门，可以选择一个进去。我们这边就选这个，一般来说绿色门是比较好的。这儿的话我们就选择这个亮点的吧，冰雪，然后进入苔原啊，它是苔原，然后等于是每过一关就有一个小村庄，这个小村庄呢可以通过和这些人交易来获得一些东西，比如说这边可以看到可以买一些石镐啊、银斧啊等等。然后钱财的话，我可以看到我现在钱是97，这儿的话有铁匠铺，我们可以把之前采到的铁锻造一下。不过石头我现在是没有石头的，所以说没有铁的，都是挖的石头，所以说比较悲剧。这儿的话在村庄比较安全，所以说大概把东西合一下，石头可以把石头分成两边，石头加石头呢可以直接合成精炼石头，就是石锭了。然后通过石锭呢，比如说拿出一个，拿石锭加石锭呢，石锭加石锭呢可以合成石刃，然后通过石刃就可以合出一些石剑和石镐了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木杵，哎，这个木杵怎么是紫色的？附魔的，我去，加二敏捷加三魔法，这是一个附魔的木锤啊。好吧，那这的话我们先合一把斧头，然后斧头的话之前也说过，就是说木棍比较多，然后一个木棍加一个合成一个斧柄，然后斧柄加上这个石刃呢就可以合出一把石斧。可以看到它的物品也是耐久的，我们到时候把这个石斧卖掉。然后看一下古剑的耐久其实还好，然后这的话这个弓是比较差的，而这个呢，这个是草药的话也可以合成两个草药，加起来可以合成一个药剂，药剂只能回复两点生命值，也是比较坑的一个。我现在九点血，所以说先喝一下吧。好，先补点血，现在五点了。然后这儿的话可以过来，如果有铁矿的话，包括其他矿石，金矿、钻石等等，可以熔炉成铁锭。不过包括用铁锭可以做护甲，不过暂时可以看到我们身上的素材其实并不是很多。那这儿的话还有两个蜘蛛网，蜘蛛网的话也是可以合的。比如说弄过来之后呢，蜘蛛网加蜘蛛网可以合成两个这个两个小线吧，然后线的话线加线可以合成一个网。然后呢，网和木棍呢就可以合成一个捕虫网了。然后通过这个捕虫网呢，可以捕捉一些小虫子。这个小虫子到时候萤火虫，到时候小虫子呢是附魔的作用。哎呀，说的都口糊了。然后看一下这些物品，这些物品的话，木剑、石斧其实都作用不是很大。然后这儿的话再看一下，我感觉这一关第一关人品好差呀，遇到人都非常厉害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基本上补给好之后呢，就可以进入下一关了。不过进入下一关之前，先把他们砍死，会有钱的哦。屠村，第四，好多好多钱。哎，哦，这个屠不了啊。然后这个应该可以屠，这是村庄中的那些就是 NPC 了，然后都可以屠掉，也是有非常多的钱的，先屠了再说。然后现在这里是有铁匠铺、有熔炉、有商店，但是他没有卖任何的药剂，所以说我觉得下一关要悲剧了。那好吧，那下一关的话，这个冰原应该是等级更高的一个地方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啊，苔原。哇哦，我什么东西？我靠，下面有宝箱。我们先下来，先把这个弄。哎，我的睾酮呢啊？不是，肉都吃掉吧。拉屎就拉屎了，吃了再说。好，有一些石头。我去远程的啊啊，好吧，死掉了。这个游戏总体来说还比较难的，可以看到我现在得分是5+249，249钱，所以说现在是200多，然后两个箱子可以开一下，加200。这是解锁一个矿工帽，就是之前说的帽子，就是说在挖矿的时候有几率解锁。好的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返回菜单，然后我们重新再来一次。
人物的话可以这边可以给他加个帽子，可以看到矿工帽的时候，使用锄头打中一个矿藏是有 25% 的几率获得另一块矿石，然后这的话我们可以装备上。好，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非常屌爆的帽子了。然后这儿的话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再把属性重新再调节一下，药剂师和敏捷，其实药剂师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魔法，我们还是要那个加血的，加血的和药剂师。这的话加血就是初始有两就多两点生命，而且他制作药剂师两个草药就直接可以做一个大药，也是比较好的。那好吧，那这里我们就重新再来。因为上一章刚刚那块的时候给大家讲的，难道我怎么一出来就是 boss 啊？好吧，我一出来就被 boss 干了四滴血果然是 roguelike 游戏啊，我的脸果然好黑啊，还说准备给大家讲一下呢，结果怎么出门就是 boss 啊？你在逗我啊？先走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！哎，二段跳。好，这里的话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初始的话给了一个铁锭，给了一个金钥匙。然后这的话，铁条没什么用，然后金钥匙没什么用。我们首先做一把木剑吧，因为之前是古刃。木剑的话该怎么做呢？就是首先把它弄出来，合成木板，然后木棍和木板合成剑柄。啊！我怎么合了四个？不要在意这细节，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。然后这儿的话，想哭。然后这儿的话，然后把木材和木材合成这个，还缺一个。这两个矿石的话，暂时一会儿过来再采吧。我们先过来砍一些石头，砍一些木头。好，这一关其实好的一点是这一关的石头比较多，石矿比较多，矿石比较多。这儿的话，我们首先把木头和木头合成木条、木板，然后把木板分解出来，两个吧，木板和木板合成木剑，就是木刃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木刃首先合一把木剑出来，然后通过这个刃呢，比如说，它这个合成一次多次的，所以说要小心。首先合一个斧柄，因为斧头有了，然后我们再用一个木棍过来和它合成锄柄，锄柄和木刃呢可以合成一把锄头。这儿的话，我们现在木剑和木锄都是有了，首先把这些矿石都锄一下，弄些石头。我们一会儿要做一把石剑，因为这个木剑感觉伤害太低了，因为我的攻击力很低。哎，错了，石剑的话伤害比较高。这儿的话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属性。就是这儿的话可以看到木剑的属性它是只有攻击力加2，之前那个古剑呢是攻击力加7的，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们有石头了，把石头也是分解出来，石头加石头合成精炼石头，然后两个精炼石头合成一个石刃，石刃加剑柄呢可以合一把石剑。这儿的话石剑的攻击力稍微能强点，然后我们继续走了。史莱姆我觉得可以打一下，史莱姆神器啊，不管是泰拉瑞亚当中的那个史莱姆呢，它会掉各种粘液球是吧 ？MC 是粘液球，然后泰拉瑞亚掉的是那个凝胶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。好，哇，史莱姆看到没？它掉了两个草药，掉了个小血瓶。史莱姆和猪在第一关是非常有用的东西。好，升级，砍死。哎呀，这个没掉。这的话有两个草药的话，因为我们是药剂师，所以说两个草药直接合成就是大药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刚还掉了两个，我们把小药和小药也可以合成大药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两个大药，大药可以回五点血，所以说我现在暂时还不怕。然后有点饿的话，一会儿再说。好，这儿的话先把猪砍死，这儿的话地上这个草也可以砍一下。之前的补充网我都没用，哎，史莱姆，好东西啊，最喜欢史莱姆了。感觉好萌，而这个史莱姆呢长得非常非常像 MC 当中那个史莱姆啊。好，过来，这的话再挖一下矿石。我们要为下一关做准备，因为越往后的话难度越大，而且它是随机性太高。可以看到这一关出来直接就是 boss， 你在逗我。好，这把剑拿上，把猪砍死。好，兽骨有骨头了。野猪我可以尝试打一下。注意野猪打法，跳啊，跳一。跳，二，跳，三，跳，四，跳，五，死了。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经验以及非常多的骨头，骨头可以做骨刃的。不过我的实践感觉还差不多啊啊！好吧，嗑个药，把血补满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。大黄蜂的话也可以杀一下，
毕竟都是经验，我们赶快到五到五级之后呢，有技能可以学的。嘿，嘿，嘿，不给练过你了，嘿，嘿，好，经验，好的，现在四级，敏捷加一，魔法加一，啊，靠，跳这么高，这的话再挖一下矿，矿石是非常重要的，包括煤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，木头也挖一挖。我们要为下一关做准备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在第一关尽量把自己升到五级啊！哇，好多猪啊！等一下，这个野猪的打法要……他怎么又是 boss 啊？啊，我饿了，我饿了的话看一下。我现在有一个煤，所以说没有办法烤肉，那先吃点吧。要不要吃便便？好。算了，这个不打了，这个 boss 和野猪在一起的话太难，这的话放过他俩，这的话我们继续来砍树来收集石头，下面的那个石头就石矿就不要了，我们过往我走啊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打的，我怎么这么，哎，又是猪，嘿嘿，苦难入侵了，什么东西啊，苦难入侵了，啊，就是说他每一关的时间是有时间限制，就是说不要耗太久啊，耗太久的话好像也会直接结束的，这个游戏不能在一关耗时间太久，所以说还是赶快走，金矿都挖一挖，不过我现在是石镐，所以说挖金矿的话，哎呀，挖金矿的话掉不出那个什么，掉不出金子，好，蘑菇 slam 得打一打，好，现在四级感觉升到五级，这关有两个 boss 啊，感觉啊，这个是刷大黄蜂的蜂巢，暂时也没办法，先走了，这儿的话石头主要拿一下啊，石头主要挖一挖，好，史莱姆，哎，啊，镐头也是有攻击力的，和泰拉瑞一样，嘿嘿，哎，去死，哎，先挖一下矿石，蜘蛛网，来。好的，那现在的话马上好，怎么又是这个，这一次我们进这个吧，这个颜色稍微暗点，这个地方好，过来之后呢感觉还是没有升到五级，然后看一下背包栏，背包栏的话好多东西啊，这个块是煤的意思，煤其实也是可以和很多有用东西的，然后这个剑柄的话，因为我们看我们的铁啊还是没有打到铁石，只打到一些石矿，没有挖到铁矿，就是说，我们镐是木镐，所以说挖不出铁矿，哎呀，悲剧了。不过这里有铁镐，那随后再说。我们首先把东西包整理一下，生命药剂的话，这个直接喝掉吧，腾下包，然后把大血瓶拿一下，然后这儿的话可以看到有两个草药，可以再喝一个大血瓶。这个药剂师是非常好用的，然后这个蘑菇的话先算了。然后煤的话给大家看一下，煤的话用一个煤加一个煤可以合成一个篝火，嘿嘿，篝火怎么用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篝火的话比如说我们把篝火放在这里，然后把肉拿上按右键就可以烤肉，把肉全部烤熟，好，烤肉之后呢就回复饱食度，一次可以回复三格，是非常好用的，嘿嘿，好，那把肉烤熟之后呢，把剑拿出来啊，把这个木剑到时候可以卖了，石剑的话拿出来，然后把烤肉放进去，基本上就这三样吧。其他的剑柄的话，我现在非常缺的是铁剑，这把金剑呢感觉是好贵啊，300多，暂时不够。上面的话是一个骨刃的话，我骨头也比较多。然后看一下铁剑是 attack 加四，然后看一下骨刃啊，我还有一个剑柄，所以说把骨头可以合成这种。精炼骨头合起来之后呢是一个骨刃，然后骨刃和剑柄可以合出一把骨剑，可以看到它敏捷加一，然后攻击加四，耐久是比较高，那这样的话把这个剑就可以换掉，换成骨剑，然后石头的话我们把石头再做一个石镐好了，然后首先卖点东西吧，我看看哪个 NPC 可以卖，上看有没有，应该还是有可以卖东西的 NPC 的，找一找啊，这里融了算了，能不能融掉？也没有可以卖东西的 NPC 啊。那这样吧，把石剑先拿出来。哎，
把时间先拿出来，把这些 NPC 全部剁掉，然后把时间丢掉，都是钱啊，嘿嘿，砍死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我感觉下一关可能难度又是比较大了。那不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再去看看啊。我饿了，嘿嘿，砍死。好的，那这儿的话把这个 NPC 也剁掉。好，那这儿的话把该丢的东西都丢掉，比如说，剑柄，比如说根的话没什么用，铁条的话有用，木剑包括石剑都可以丢了，然后木锄也可以丢掉，然后把石头，石头加石头可以合成十精炼石头，然后用一个精炼，两个精炼石头相合可以合成一把石刃，然后石刃的话和我们要做一个镐头是吧，所以先把石木棍弄出来做一个斧柄，然后再通过斧柄和木棍可以合成一把锄柄，锄柄呢用它和它合一把石锄，然后木斧就先这样了。好，其他的话没的话留两个，其他还好。那好吧，那我们直接进入下一关，然后拿出骨刃。好，走了。我去，沼泽，这是？嗯，我去，没魔法啊啊！好，升级，等会儿再见。是啥东西啊？先点一个吧。这啥、啊？第一个技能啥？看一下，狂战之怒十秒内攻击力翻倍。好，我是狂战士。等一下，啊！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啊！好，升级，然后这儿的话克大血，我去，升一滴血了，那逗我！果然狂战之路啊，屌爆了！嘿，嘿！啊，我的血主要不够，再喝个大血瓶，然后感一下，没有史莱姆，没有史莱姆呢。不过狂战之路这个比较帅，这个酷炫，这个技能酷炫。然后这儿的话有一个。有个宝箱，什么东西啊？巨型金刃，我去，金子的，巨型的刃好像只能和那种双刃斧是吧？好，那好吧，那这里我们首先拿出一个木棍和木棍合出来，合出一个斧柄，然后它和它，好，双刃斧 ，attack 攻击力加30，大金斧，好漂亮。然后兽骨的话，兽皮留下，兽骨这个不要了。然后其他的话，这个也不要，暂时魔法是够的。我们直接用大金斧，这个帅气啊！这个攻击力30啊！好，让他明白这是啥东西啊！哇，这个攻击力，你在逗我？这攻击力太慢了吧！70，一个暴击70，不过你这个攻速也太慢了吧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去死！直接秒杀！哎，预判，哈，预判，哎呀，不是，这个你确信可以吗？这个斧头感觉好笨重的样子。来，这个肯定是不能碰的。果然，嘿嘿，好，现在是6级了。我这个斧头太帅了，完全秒杀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下来吧，这个石头。哎呀，哎，刚才是踩出2个，因为我那个技能是一个采矿技能。好，那走了，我们继续走啊。这个沼泽地比之前那个冰川感觉要稍微牛逼点。矿石挖一下，铁矿石，好，挖到铁矿了。你会放技能是吧？升级，直接升了2级，耶，好。好，现在也挖到一些铁矿。哎。哎啊，我哎挖到一个这个啊，赶快喝大血瓶，感觉赶快好，现在有个大血瓶，心里不慌。你会放魔法是吧？你会放魔法是吧？好，已经7级了，这个经验真的很多啊。这种小狂战士的话，虽然攻速慢，但是我的攻击力不是盖的。好，敏捷加1，魔法加1，好，现在已经8级了。这个大斧头呢？我们有爆发，不要在意这种攻速细节啊。好，五滴血，我再吃个药。好，靠，去死！好，这儿的话把这个东西可以打一下，回根啊，
我现在缺的是草药，草药非常缺，感觉那个药剂师呢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啊。这儿的话，好，又是一个，我两个。啊！好，一个，两个，暴击。好，八九阶。啊，这个游戏蛮难的，后期的话，如果想玩的话，到时候给大家研究一下，感觉还不错。第三，好，哇，这关好长啊！哎，而这个陷阱感觉有点屌，我靠！好，过来，下面那个就放他一马吧。哎，第三，我现在非常多的肉啊，你的胃开始咕咕叫，哎，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我去，那这么说，如果我加上狂战士之怒的话，翻倍的话，出一个暴击能达到170的血啊！来，就是这么屌。来，好，嘿嘿，九级。上面把这个打掉。来，啊啊！掉了三滴血，打掉。毒片的话不要，这个东西很坑的。哎，好。时间快到了，没事，我们现在刚好抵达，还不错，九级。好，来到地，是啥东西啊？然后看一下，斧头耐久还很高很高。哎呀，不错不错。好，来到这个城镇，可以看到金刃是120斤啊，怪不得这么酷炫。哎，那我们可以合一把金剑是吧？这儿的话，这是熔炉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把铁矿石熔一下。不过有没有卖东西的事啊？有没有卖东西的人啊？我要买，我要卖东西啊。有没有卖东西的 NPC 啊？这的话卖我啊，然后这的话血瓶也不错。我们这样吧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因为我们现在非常缺血，然后首先过来找他，然后把我们之前的铁矿石可以融成4个铁锭。好，铁锭后面再说。然后木板的话丢掉，然后兽皮留下，骨头的话，骨头可以合成骨刃。兽骨也丢掉吧，这个蘑菇不要，然后石头的话先合成石刃，先合成石锭，然后后续再说。铁条好，铁条现在5个铁锭，根的话不知道有什么用，没的话先留上，木头的话肯定留一组，兽皮留上，然后这木斧的话也可以用于砍东西，也还不错。然后没的话，我们再做一个篝火好了，毕竟现在又有6个肉了嘛，对吧？然后再做一个篝火，把这个篝火放起来，然后把肉烤一下。好，这样的话现在肉的话也比较多了，刚好满的。然后现在缺的是，好，我们上去看一下，上面有一个这个金刃，这个可以买一个。好，买一个金刃，然后通过金刃我们可以合一把金剑。对了，金刃和剑柄，剑的话是得需要一个木片，两个木片，需要两个木片。哎，不是这个合好，剑柄和金刃合成一把金剑，金剑 attack 攻击力加15，也是一个比较酷炫的一个东西啊。哎呀，我应该合一个金狼头，因为我大金斧啊，啊，逗逼了。没事，不要在意这细节。那我们现在有铁条是吧？我们合一把铁狼头也是可以的。然后这样吧，逗逼啊，我是逗逼。好，然后先合一个斧柄，对，然后再过来通过一个木条和斧柄合成一个锄柄，然后锄柄呢，两个铁条可以合成一个铁刃，然后锄柄和铁刃呢合成一把这样的一个铁的一个镐头，然后这的话就丢掉好了。然后其他的话，骨刃的话也卖不掉，那就丢掉好了，反正耐久也不多。好，那现在的话这个放这儿，然后我现在缺的是药剂。只能买一个吗？你在逗我？那直接喝掉好了。感觉现在血还是一个非常捉急的东西啊！现在只有9滴血，然后钱的话还有200多。看一下金剑，金剑是比较给力的，金剑攻击力比较高，不过更喜欢这个大斧头啊。好吧，那我们进入第三关，第三关看一下 Earthworld 森林。哎，这个森林感觉还不错。哎，史莱姆，嘿嘿，哇！好爽，突然感觉好像很给力的样子。
树林的话，这一关好，要记史莱姆，我爱你。哎呀，好，这个萤火虫呢，我暂时没有蜘蛛网，所以说暂时拿它没办法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过来啊，大黄蜂是吧？还是用大斧头解决它吧。嘿，那逗我。好，升级。然后可以看到已经十级了，可以再学一个技能。这个技能再看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，让你的好友羡慕嫉妒恨，让你的好友羡慕嫉妒恨什么意思啊？用一下。我靠，可以飞了！我屌不？帅气！让你的好友羡慕嫉妒恨，我果然能飞啊！啊！我去，一斧头片死！啊，太爽了这个。然后刚才史莱姆是五个。耶、yeah, ，这波稳了，这波已经稳了。两个妖姬，好合起来。然后现在有加攻击力的，然后有高超的斧头，还有那个各种酷炫的技能，就是经验不能不要。然后这儿的话，来大黄蜂，来单挑，嘿嘿，哎，你在逗我，我挤过来了。好死了，好，现在十级，然后我还是拿着短剑吧，感觉短剑的攻速更加给力点。这的话把石头挖一挖，这回如果遇到钻石矿或者金矿的话，应该就可以挖出钻石或者金矿了。然后这的话地上的草再拿一下，这一关我要赢。好，暴击，我如果出暴击，然后开着双倍的 buff， 那应该能砍死。这就是攻击力高的地方，好帅气。然后这儿的话可以看到挖了非常多的铁和石头啊，石矿的话到时候没什么用。哎，去死，升级十一级，哇，非常爽非常爽非常爽。好，去死，掉两个爆炸瓶。毒药瓶的话之前也是用了一下毒药瓶，不知道 有什么用啊，感觉还会掉血，然后我就一直没用过。这儿的话再走啊，再走再闯关，嘿嘿，这边很稳。哎，让他下来。啊啊啊，一滴血，先吃药，把药吃光。你在逗我，还是不能大意啊，还是不能大意啊。然后啊，这个不行，我要换武器，金剑吧。什么情况？啊！求给力！好，剑和斧头要两个要换着用。这个草要撸一下，撸出一些蜘蛛网等等。哎，下面有个箱子，我要去拿一下。箱子这边有个蜂巢，神秘钥匙。哎，这红色的啥东西啊？我丢点东西啊，肉丢掉，我现在肉很多。哎，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？红色的，红红的，哎，不见了。哦，神秘火虫。哦，对，就之前用，你的胃开始咕咕叫了。哎，吃东西还有可能会加血，还有几率加血。哎，还好过关了。那这的话暂时不急，我们这边用镐头。各种石头的挖，下面有金矿也可以挖一下。这个是巢是吧？能不能挖掉？好，现在十一级，肉的话不要了，把这个东西也挖掉。哎，这可以挖到一些金矿，然后金矿不够用了，把这个根丢掉没什么用。好，把金矿拿下。好，漂亮。好，那现在的话我们直接过关，嘿嘿，这次来个紫色的。冰原之前没有打过是吧？那我现在强力了，我们进一下紫色，紫色还没进去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洞穴好漂亮，哇，钻石狗。这的话我们首先过来，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多少，有非常石头的保镖，铁矿石，对，木斧丢掉，把铁矿石全部融成铁锭，然后当然也可以做一些护甲，但是护甲的话，哎呀，也可以做，通过铁
比如说铁头盔，我们做一个铁头盔放在这里，可能它的血量加二，嘿嘿，不错吧？然后再做一个铁的护甲，铁的铠甲 HP 加二，不错吧？然后我们再做一个，哎，不够了，我们再用骨头看能不能再做一个。好，再做一个骨靴，它是血加一的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物样式也改变了，是不是非常酷炫呢？好，现在装备做好之后呢，你可以去死了。然后扛不死啊。然后这儿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400多块钱，但是钻石剑肯定买不起的，其他的话也买不起，镐头的话我暂时还有，然后这儿的话丢点东西啊，这个丢掉，然后火虫肯定要，铁矿石的话留下，石头的话没，木头其实木板没什么用了，木头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去挖的，还是拿上吧。毒药瓶不要了，然后其他的话就先这样吧。行，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我的血量是很多很多，然后这儿的话把血瓶吃一下，然后现在其他人，哎，靠，买错东西了，买个这破烂玩意儿。然后哎，这不是有东西可以买吗？有什么可以买的吗？不能卖吗？好吧，那还是卖不了。那这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下一关。现在血的话，现在16滴血啊，嘿嘿，怕你金斧头。我去，怎么想起来当年玩魂斗罗的感觉啊？我没死，这么重。哇，不过这个好，狂暴开启。我现在愤怒的一逼着谁的翻译啊？剑，去死！我现在狂战士之怒啊！现在好，哈哈啊！不行，还得用剑，斧头太慢了。这个剑绝对神奇啊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伤害这么高，我哭死了！竟然被我16滴血，竟然被这个蜘蛛咬了一口就死了。好吧，这里开一下箱子看看，哎，解锁一个新的种族 Delph， 应该是精灵，然后再看一下。好吧，这里我们回菜单，然后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解锁一个什么人物啊，精灵，它是初始一把弓，哎，这不错啊，一把弓，一个斧头，然后问号，而且它是生命减一，但是敏捷加四，它属于远程的是吧？哎，那到时候用它可以射箭，到时候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后续的话我再刷一刷，包括帽子的话可以看到有什么矿工帽什么的，包括其他的暴龙帽子、蝙蝠翅膀等等，比如说什么任意魔法杖之后呢，打倒多少个怪物之后呢都是有的，射出100支箭之后呢，罗宾汉的帽子等等。哎，那好吧，那今天其实时间，哎，看加敏捷这个敏捷很高了，今天其实时间也差不多，那后期的话小峰这边给大家再把这个游戏研究一下，给大家做一个流程吧。这个游戏可以相当于像以撒一样，就是说每次挑战，然后最终不知道能挑战多久啊，反正个人感觉是一款非常非常不错的沙盒生存外加 roguelike 游戏，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吧。那行吧，那今天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那好吧，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的魔力遗迹 Medicite 的游戏试玩就在这里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期再会，大家拜拜。